歌唱生涯已经踏入现在第42年，虽然又起起伏伏，但我觉得我认为自己还是一个最幸运的人。因为不管如此，因为以此刻我还拥有大家。谢谢。所以我有个冲动的想法，可不可以让我继续为你们唱下去？比赛可以吗？唱到我头发都白了，也继续为你们唱，可不可以？我白了，你们也白了。那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要共度白首。这个为我把世间最美妙的一个歌者跟听者能够共度白首，这是天地间最美妙的故事，最美丽的故事。就让我们有这样的约定好不好？谢谢。我就站在这舞台，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无限澎湃，多少青春不在，多少情怀更改，我还拥有你的爱。好像初次的舞台，听到你的一声喝彩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